兄弟们，看到我身后的马车没？没错，今天挖开我要去结婚了。那你们猜新娘会是谁呢？哎，当然是咱们的聪明蛋小紫啦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挖开，你别臭不要脸，谁要和你结婚啊？哎，游戏而已嘛，别当真。哎，走走走，咱们先上车去蛋证局领证去。滚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车怎么走了？我没上车。哎，累死我了，终于到蛋证局了。哎，小紫呢？怎么没人了？偷袭！哎，小紫啊，别闹了行不行？还领不领证了呀？打我笨蛋！我心态崩了。终于到大厅了，让我来看看步骤啊。首先是到前台办理结婚证，按下开关之后，结婚证就下来了。拿到结婚证，接下来就是拍证件照。不得不说啊，这张图流程还原的相当到位呀。拍照的话，跳到这个台子上就可以了。小紫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赶紧上来呀！我他妈来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几天不见，你这小菜蛋怎么更菜了？你在等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不容易，你可算上来了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我们俩般不般配？觉得般配的，把般配打在公屏上。来，拍完照片，咱们就领完证。哎，啥情况？小紫，你咋了你？完了，我肚子突然好疼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呼之欲出了。肚子疼，呼之欲出，难不成你要生小蛋仔了？真的假的？骗人的吧？哎，这十万火急，这证咱先不领了。哎，走，赶紧去妇科医院去。冲啊！1 hour later， 撑住啊，小紫，我看到救护车了，先把你放上去啊。来，走你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好像屎大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哎，没事啊，小紫，我再给你抱上车不就行？不是，患者还没上车呢，医生，等等我们呀！我的妈，还好我跑得快。小紫，咱们到医院了，你先在这坐着，我去挂号去。快点吧，我等的号都谢了。哎，别急别急，挂号应该是这里啊，然后在旁边的收费窗口缴费。 OK， 接下来就是去住院的地方了，随便找一间病房啊，把小紫放在病床上就行了。难受，哎呀，很痛苦很烦。哎，兄弟们快看啊，这里居然还有个模拟疼痛体验区。来，兄弟们，想不想让我上去试试？想的话那就朝这里点个赞呀，你们点多少赞，模拟疼痛等级我就选多少，没关系啊，随便点，我一点都不怕。好家伙，小紫进手术室了，那接下来就是等手术完成，不知道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小蛋仔呢。 2000 years later， 哎呀，兄弟们，小紫她出来了，看这情况，母子平安呀，快让我看看生了个啥玩意儿。这啥呀这是？哎，不是，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呢？黄色的，有点硬，还有点臭。小紫啊，这小蛋仔明显有问题吧？什么小蛋仔？医生刚刚给我检查过了，我就是最近吃的太多还便秘，积攒了太多宿便，这不医生都帮我排出来了。等会儿，宿便，所以说这个是奥利给。